和小朋友跟老人家互相的放在，就是在同一个地区，大家来照顾他，小朋友跟他越学，老人家又可以看到小朋友又很快乐，有很多专业人士照顾他们，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嗯，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在上海发生实现。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也叫上我啊。啊，那安妮啊，你排队吧，你啊。想先前的地方没有。啊，谢谢。坦白说，新专辑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这个就要问我们另外一位总裁吴宇先生，这个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真的不清楚。至于如果，我还是把希望放在东方之星上面，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王杰能够真的有这个机会自己做一张自己想要的唱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等待。那你今后就不要问吴宇，因为你问吴宇，他是吴宇嘛，啊，有点好，没有话跟你讲，你要问全名，他是一个明确的回答。真的吗？对对。所以啊，我自己其实也很担心啊，因为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我们讲的唱作儿子，周杰伦，对，周杰伦、陶喆，他们都太优秀了，而且一直在往上爬上去，我现在等于说人家走一步路，我要走八步路，就所以，但是我不担心，其实辛苦，对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讲，我并不在意，因为其实我比他们早走了很多步，所以问题就是说，现在他们因为年轻，然后接受的资讯快，而且准，所以我想这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蛮长的路要去慢慢的跑，不怕的，其实我觉得人。不要去在意赢多少输多少，人最主要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跟自己赛跑，所以我没有关系。对对对，像王杰是个哲学家，对，我说赛跑，对，受了很多教育。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哥哥刚才有句话，他说这些哥哥很优秀，他不是，他也很优秀，对不对？上面的话至少可以卖掉40张，当然后面还有，你开始就下楼，一共大了很多人，想想王杰大哥当年的辉煌，哦，重蹈当年的辉煌，其实一直很辉煌，人家当年的辉煌。好，我们再来一位。王杰你好，我是东方卫视娱乐新天地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在内地其实著名的娱乐公司也非常多，经纪公司非常多，那东方之星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你为什么会选择加入东方之星呢？首先在我的观点来讲，我觉得第一个东方之星这个虽然它是一个蛮新成立的一个公司，但是在所有的人员来讲，其实他们都是充满了最专业的，而且我要找合作的对象，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人类怎么说，这么多年来磨练好积累啊，对不对，看到的东西让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其实合作的人一定要找跟自己的观念跟理念和目标志同的。那在这一点，我相信将来很多歌手不相信的话，我王杰已经在这边说了，等他们签了东方之星之后，他们就明白我讲的话是没有错的。歌手跟艺人最重要就是要让你有一个地方肯让你去发表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说出来，肯接受你的意见，然后再去采纳，再去研究要怎么样去把你的意见给扩大，让你做自己想做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你要合作下来，他就会觉得很高兴，而且他们也很愿意在后面支持你。所以而且更主要的，我知道东方之星还有不单只是我王杰，他还签了很多很多国外的一些超级巨星，我想连他们都会跟东方之星合作了，那你觉得我王杰还没有要求什么？那说明你是他们一个档次了，哎，对不对？对对对，我来了，我来了，你看多少年轻的情况，是不是？对，讲那么多也给你的补偿，对对对。非常感谢王杰对东方之星的信赖。对啊。好，那么我们时间有限，
我是上海电视周刊的记者。是。那我不知道王杰，你除了唱歌之外，在绘画、乐器演奏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那现在亲爱的东方之星，有没有想过通过这个平台把你的这些才艺展现给内地的观众呢？我想这样说好了。其实我平常虽然不喜欢画画，喜欢特别是弹弹钢琴，在家里面，但是我的画工并不是很高超。我也看到了。哎，你又看到了。哎，这个，但是我的创造力、想象力很丰富。其实我自己平常没事在家大市场的时候画油画，虽然画的不漂亮，但是我有个怪癖，因为我大部分画的油画都是画女生比较多。是一个模特给你画的，像这样的，有时候，我每次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路上走过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个女生，就是那一刹那的感觉，其实我就会记在脑子里面。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只有凭空想象把它给画出来。真的很希望能够看到你的作品啊！对啊，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真的在上海，能送给我一幅画。对，我就有这个想过，把一幅画过的，把它框好了之后送给东方之星，然后拿去看哪放在这边好了，哪一天有人要买，是高价就把它对对对，先找这个画家。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给明年再来这个画家王杰个人画展和个人演唱会。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非常有限啊，特别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来，我们对预期应该是快，现在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是吧？那这样，我们最后把最真诚、最美好的祝愿送给王杰，送给东方之星，希望香香联手能够打造一个快乐王杰啊！谢谢，希望东方之星能够把握住，也谢谢各位的朋友，谢谢。我希望会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谢谢。